个粗略欠欠君子，用涉大川结相约欠欠君子啊，比翼自牧也。哦，所以呢，什么叫欠欠君子？哈、哦，伊讲以欠之君子，利人欠也。哦，啊，愈欠愈退，利得愈尽也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天下间的道理拢做不明。但是讲你出去话讲，去愈低，啊，那时候拢看愈无去，唔是安尼呢？伊讲哦，咱若去愈低时阵哦，咱的跌就愈悬呐。吼、哦，所以咧，参一般人无修道的上悬呐，上啥无同款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咱道中教育咱的老师所讲的道理，拢就是叫做啥以退为进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今仔日唔是要争精明大利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就爱啥真正退爱谦。我们今天是啥？要培德，要培养咱的德行。所以培养咱德行，就是爱非常的谦退，非常的谦卑。所以一个谦就足好个，会当去谦之又谦，安尼呢更加更加圆满吼。啊，比自牧呀，牧就是用啦，就是家己会用啥，克己服力。君子以谦卑的态度来培养家己的修养。哦啊、所以呢，比喻之母就是像咱恁讲的，讲叫无力不思，无力不听，无力不言，无力不动，家己来克己服力啊，家己自我的调养啊，自我的要求啊，自我的啥啊约束，讲话就是要做到安尼一天哦。来，初六爻呢，本啊本阳为，以啊必由之自处之枪，今以因故因故之。是以必由为自处之强也。由此教呢，其谦化之最下，是谦而又谦之强。人，咱人呢，爱当谦之又谦啊，即何人不可改呢？用涉大川，自然会当化险为夷呀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啊看，伊人讲啊足清楚呀。啊、哦，讲第一爻的当中，你啊看。处世当中，不管是啥物场所，你会当想哪，欠一又欠，啥物代志拢迎刃而解呢？熟悉的呢？做这人啊，真正讲后壁拍落啊，你搁对伊笑者，搁对伊作谦，你又哪拍袂落手啦？熟悉的呢？哦，尤其咱得修得者呢，得爱学啥？哪想爱钓啊？你若看钓啊，像哦，啊愈饱的吼，愈点头，哦，饱点愈低。啊，钓啊，遐无饱的吼，哦，行行行，所以咱若做一个人，你就知影，伊在那看钓啊吼，安那，淡河到偌深，你就知讲这色啊袂啦，哦，啊遐还袂色的吼，拢行行行，管管管，哦，啊你八岁，伊就去沉落，所以欠看就是咧教咱一个功夫，哦，所以妈祖第一个来讲啊，德不用修，但无污染也。何为污染？但有生死心，自作出相，皆是污染。若用直心啊，直回之道，平常心是道也。所以马祖第一人讲啊，足清楚了。咱今讲修道，修道，其实道嘛免修呢。啊，你讲道免修，咱来去研究遐济，唔是安尼讲。咱就是拢去污染着啦。咱的本体去污染了，咱啊呐爱呐较爱来修。咱像一台车无歹，才着修理啦。哦，一个电锅无歹，才着修理啦。电视无歹，才着修理，唔免修理。不过你爱保持好好啊。啊，有头迄个物件无歹啊，拢卖歹，故意拢卖歹。哦，啊，咱的本性慢慢修，唔过咧，伊来讲，嘛去污染去。啊，咱真一定拢需要去变所污，不要所白人白掉呀。所以呢，无修煞袂使。哦，啊，所以人讲。咱啊，爱真正迄种个不啊，平常心。啥物叫平常心？就是无做错啊，无做错啦，啊，无造作啦，吼、啊，无是非，无取舍，无断想，无烦，无信，就讲一定进入迄个绝对世界就对啦。在你个眼光当中，无细汉个嘛，无大汉个啦。在你个眼光当中，嘛无是啊，嘛无非啊啦。哦，啊，即句话是毋是参六祖讲的意思拢同款啊？六祖来讲啥？不思先，不思后。迄个就是咱本来真面目啊。所以是毋是自性的天然的一种啊？所以呢，迄个叫做平常心啦，啊，平常心。所以师尊老大是把咱来讲，讲要进入人民的世界，首先爱谦下，对别人谦下之外，佫爱对家己谦下。要安怎谦下呢？
较袂当生啥空妄呢？叫做啥？较袂生了啥骄纵之心。伫个成功甲失败当中，拢爱平定心来处置。吼、哦，所以教人讲哦，师尊嘛是安尼交代，讲咱进入人民的世界，因为咱即个修办道场一般无共款，咱就是爱和其公同其敌。穿的嘛是啥物共款？一般的上班的衫裤。吼、哦，做的工作嘛是共款。所以呢，伫个事务工作当中，大家呢拢伫啥各安其位，所以咱爱对别人非常的谦卑啊。所以呢，伊甲讲，咱谦卑当中，自然就啥袂挑挑，袂空妄啊。安尼呢，伫个成功甲失败当中，拢会当用着平等心来对待啊。这就是上界啥上界好的方法啦。吼、哦，伊讲若成功啊，佫渐渐啊沾沾自喜。行的路，就自然就袂谨慎，袂谨慎呢，就较容易变成失败。所以呢，一切爱当啥，居安而思危，毋茫以为，现在处得足好呀，就无忧无烦。其实这才是真正忧烦，所以呢，师尊老大人啊，伊的话啊，言简意赅，讲了足白，其实嘛，毋免啥物解说啊，咱大家看着就知影。好，阿哥，咱真正用心来体会着咱师尊老大人，伊真正非常关心咱大家兄弟姊妹，包括咱私人的生活，包括咱家己的事业，包括咱的道业，拢同款的，拢咱顾甲足够了，对啦。所以一再咱各界来，你伫公司要哪处事，伫家庭要哪应对，伫道中要哪行办道，拢咱交代搁足清楚呀，吼。来，这个咧主政，会记哩，兼寡拢主政，伊无当个就对啦。所以叫修政为大吉，伊也当都无好吼。所以就是啥，修政是自我反省，自我的要求吼。以谦卑柔道去化险为夷呀，吼。所以咧叫做谦谦君子，吼。好，第二个叫做明谦真吉。小法即下明谦真吉，忠心德业。什么叫明谦？叫做名声啦。谦谦的名声，弯文呀。所以呢，那是讲明谦。明谦就讲你这个人哦，谦虚度有够啊。你这个名声一定啥，探家声。所以大家拢知影讲，你是一个啥优秀的君子啊。所以叫做明谦。忠心德业，你讲忠心的不愧不杂，无就你不足德业。所以咧，那是讲你做代志，拢就是你以忠心为主，所做出来代志，讲出来话，拢就是你自信所流露出来，所以拢无变质，无变优。所以咧，无就你不足德业，拢无为着家己私利，私威私名。你啥？你要做诊断，所以等于代表你做代志，拢就是用你的忠心本啊思想来去应对啊，吼。好，爱讲六字后呢，以阴柔之节，理处阴之位啊，其中理就得忠诚之位，是君子之谦德，乃根自内心而发，并非调柔造作而成，是谦德内积之强也。一个对对积德之人，声明必闻有话呀，所以呢，第二爻就是来讲安尼，所以呢，第二爻呢，你看，因故因为得了忠诚之位，本来就好卦，搁得了好爻，你看有好无？就是够好安尼啊。代表讲伫天外世界当中，你修忠，搁修正，你就够圆满呀。所以较难讲，这个人就是安尼当中呢，伊无要求自足，所以也就是那是讲靠得伊忠诚之道呢，来累积足济德啥，欠着个啥，个德行啊。所以自自然然，故而故之，伊个名声就叹家声啊。所以呢，这就是第二爻，叫做明谦。所以咧，孔颖丹较难讲，明谦者为声名也，处境得中，行谦公愿。五月早明天，所以呢，伊处着啥静啊，搁中，所以呢，伊将这个谦的等定德行呢，行谦的公愿啊，会当将这个谦的定呢，那播转天下去啊，
吼、哦，所以这就是啥，第二人叫人谦。啊，伊道德来，道德经来讲呢，是安那第二下太正好。伊讲江海水为碧国之王者，以其啊善下志，故人为碧国王。吼、哦，意思就讲，是那大海吼、哦，太超越碧国之王。哎、欸，白骨之王就讲迄个啥三国，所谓水，伊袂流离得倒去了，对啊，一定流离流去江河去啦，流去大海去啦。啊，是安怎呢？伊伫上海呀，水的性就是往下流啊，伊无可能往上流了，对啦。哦，啊，火性就无同啦，火性就哇往上的，所以你啊看，水伊永远就哪往下去流。哦，啊，拢流伫大江去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伊有法度呐，成为碧国之王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圣人看到水流落来，大江的度量遐大，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容，所以呢，伊就学，使圣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啊。意思讲，一个圣人，一个国王，一个皇帝当中，哎，伊要呐领导全国的人民，毋是要办法，绝对有办法。啊，对安呐。必言之意啊，意思讲，伊咧讲话拢爱哭甲假，比一个人民更加假。伊个新闻爱哭甲假，比啥物人更加假。安尼做个伊就管啦。哎，咱咧讲叫做道理，好像是反观相，其实持续就是安尼哦。咱若无哭假了，你袂袂放开。哎，咱若无哭假了，咱那袂尊重你，这是这天地之理啊。啊，讲欲先民，必以先富之啊！哦，咱今仔日要徛伫百姓头前，要做一个领导，咱爱啥？身段爱宽啊，米伫后边，意思是同款的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咧，使圣人无穷人民不忠，无节人民不害，使以天下都也。所以讲，一个圣人当中，哎、欸，想要孤忠的当，哎、欸、啥？你有法度像他这样来讲的？窟窿加加加，哎，自然人就爱拖关开啊，就对啦。你无想要迄位，人话讲拜托的，你会坐这个位啦。哎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话较早偌济人，唔啦，迄、那个官位我唔当坐啦，我也无迄个德行啦。啊，你都唔坐，人愈要互你坐，哎，咱人足奇怪的，你敢知影？哦，啊，想人说，哦，我用啥物手段，用啥物方法，用啥物啦绝招，就是要取得高位。你愈要厝人愈唔爱乎你，迄就是这个人无得。吼、哦，啊，咱来讲真个足欠伊唔啦，哎、欸，我唔敢坐这位啊，哎、欸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咱自然就上这位乎你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孤绝人民不害呀、啊。所以呢，哎，当照他现在讲的，你要伫头前领导啦，唔过你行为拢哭甲假，拢比伫啥？哎、欸，拢那是伫人民的后边当中，唔敢做人民的头前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人民做自然的，把你塞去头前来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平呢，啊啦，啊，受你的影响，绝对啥无有所害你啊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安尼自然，哎，是大家要去叫你坐那位的，是大家要拥护你做头前的，安尼嘞天下乐啊！大家嘛做快乐的，大家嘛啥欢天喜地啊！所以推力不弱，意志不坚呀！所以用这种的方法来推行伫你国家，哎，无啥物啦。无任何一个会厌恶的啦，哎，会讨厌伊也袂啦。伊既不争，安尼呢，代表你一个人谦，全部百姓拢谦。你一个人守护，全部的人拢对你守护；你一个人守下，全部人对你拢守下。安尼伊既不争，无天下敢无人会去争夺啦啦。所以古天下无人有其争也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咱今仔日想要孤万民之上。一定要对啥人民言语陛下，就是他写迄句话会解释就对啦。吼、哦，所以你来看，当然咱无迄个心啊。吼、哦，你讲这个教啥教人啊治天啊啦。所以你看《易经》偌好，《道德经》偌好，就是安尼啦。迄老祖你敢知？伊就是读《易经》，到尾去写《道德经》安尼。所以伊的思想拢来自于《易经》，所以伊拢是啥以退为进。所以才来讲，你要做万民之上。足简单，言语陛下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哎，我想要孤万民之前，必须要对人民的态度非常非常的谦啊谦恭。哦，安尼靠我都真正
伊伫咧福建，啊咧万平甲永泰里啊，吼，啊无你来看，你若讲讲话咧碰碰，啊讲话啊呐，诶大细声，啊讲话咧动不动就要叫人学落台，哦啊讲话咧啊对家己好，啊着真正，哦啊人讲讲啊足伤势，即种诶百姓咧维护伊啊，你放心啦。咱大家同志拢早雪亮的，拢有咧看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伊就是讲，免啊真正领导一国之人，就是爱一只落手吼。本来啊，这就是第二件，有咧感恩主情，叫面谦，因为咧是君子之啊谦德，乃由内心而发啦。所以面谦唔是讲吼，我常常要做红娥了的，唔是我常常要做白蛇拿杀去顶面的，哎呦，我唔对去啊！迄时阵才开始，伫咱咱的内心足自然流露出来，吼、哦，就是咱足自然的从这甜的做到足圆满，哎，故意故意自然蒸头，哎，包括这天下这个国家当中，哎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这两修了太圆满，安尼叫做啥？一面甜面，吼、哦。后来，咱来看。384熬上盖好的钱熬，叫做罗天，这熬上盖好，有够赞的就对啦。哎，好中加好，食啦伊叫罗天。所以君子有忠节，吼、哦，罗天君子万民福也，吼、哦。所以什么罗天？伊讲罗即古天之行健啊，动有不息之行啊，天即尽人之行德，合乎仁德啊，仁义之道呀。哦，所以意思讲，天啊，得理有天之行。那是讲，吼、哦，你非常的努力，非常的打拼，非常的努力，哎，啊那，而且佫袂怨天尤人，而且佫非常的谦卑，这个叫哪条谦？这无简单嘞，真正嘞。咱人啊，较无用的时阵哦，脾气就发啦嘞。哎，咱人啊，心情较不顺的时阵哦，哦，啊，讲话就拢无客气啊嘞，哎。袂啦，达到罗天无遐简单啊！所以罗天咧，历史都有两个啦，一个人啊叫啥周公姓人，所以现在我都达到这罗天，和天下间的人恭迎，伊就是安尼，因为叫做啥一目三二环，哦，就讲伊那些头毛的时阵哦，哇，那该吹伊啊！哎，伊唔那洗较好呢？咱若一般啦，哦，拜托你等一下，我洗好的时阵，我较会啥？哎，我较出来。哦，伊毋是啊，咱爱知影较早的人吼、哦，头毛拢是用昆德个头毛拢做长个了对啦，所以有咱拔开吼，啊有咱拔一个头毛一只，哎，啊若要洗一个头，像昆德同款啦，有咱做麻烦的啦，哦，啊即嘛要准备要洗头毛，哎，啊伊迄个本来做无用个啊，哦处理国事啊，啊拄我洗到一半，哇人来啊，哎，要安怎？赶紧来包括个，囡仔阿伯出来。哎，应付付的，吼、哦、好啊，好，啊，伊走啊，伊要怎啊，继续洗，啊，洗到一半，佫来啊，来啦，佫卷起，佫出来啥，交代伊，哎，佫好啊，吼、哦，佫走，佫落去洗，啊、哦，我有一个头，啊，洗过两摆，洗袂好就对啦，哎，所以参咱咧想，咱想无啥共款吼，哦，啊，你看伊咧食饭嘛是共款，一顿饭佫有代，伊拢爱食过两摆啦，哦，咱来食饭，人来催讲，啊，你请洗啊，坐一下，我食饱咧啊，伊毋是哦。哎，这布了，啊，就随了布，无在这个乌人来啊，唔到准了呢，推出来那紧嘞，出来接人去，这就谦虚啦，熟悉了呢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有法都做个安尼无，所以叫做罗谦。啊，佫有一个甚物呐？哦，乌地，哎，雨地啊，乌地伊地里的地水的当中，伊就达到这个罗谦，你啊看地水高呢呢，吼、哦，规个人做到真正够辛苦的呢，哎。所以有当下，咱来讲，无法度去体会迄个意境。咱来讲啥，就一个工厂要来去做就好啊啦。哦，像伊讲，咱去兴业总大，一个单点的师，伊就咧开玩笑讲，用遐算衣服一个工厂就对啊。伊讲，大家啊，头毛阁乌乌的吼，来换一个盘，你就知影，保证头毛白了了。意思讲，伊白头毛拢白了了就对啦。哎、欸，真正，啊，你啊何况污地，哎、欸，地水高档嘞，哎、欸，啊那。啊，过奇门三次呢，都唔敢入去坐一个纳凉呢，唔敢去啉一个茶呢，唔敢讲我要回来看我某一个呢，唔敢。啊，就欠伊了，为了天下间的众生，为了天下间的人的性命，伊唔敢稍变作息啦，唔敢休息一下啦。啊，你有落欠无？真正有够，结局够大。所以呢，顺着
较侪讲哦，这个人一定达到落级的境界，唔只从地面传落有地，迄个是安尼来啊。我落有地是咧拜神尔，伊变做皇帝啊，无资格啊。唔可能伊境界就是达到安尼啊吼。啊，所以咧，即个啥落强。所以君子有终极，有终乃行动之义，天行地行，德行德德行呀。所以咧，言有终，一包行啊，行行义啊。吼、哦，所以咧，那是讲即个人一定啥。哎、欸，德嘛成功啊，啊，德嘛成功啊，啊，德嘛圆满啊，叫做言有终呀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就是咱真真正正要达到尾啊，啊，有始有终，而且叫尾吼。啊，讲九三老呢，处地下卦之吉，立德之位呀，上下无用，以分其名呀。所以众因所终，天者自下无人呀，非欲无人呀。离其中积人含福言啊，是欠生欲为自欠呀。在人必当行，欠者我自欠，福者万民自欠呀。人以当欠为行呀，植物天道同呀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落欠呢，伊就是要达到啥？这种的啥境界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那是讲，哎、欸，欠者我自欠，福者万民自欠呀。吼、哦，所以意思讲。咱要带动啊，道场嘛同款哦，要希望讲咱道场会好咯，咱本身就爱做甲会甜蜜。哎，你一个人甜蜜度有够，你所带出来由咱而已。哎，甜蜜度嘛做会出来，啊，伊嘛甜蜜，伊嘛甜蜜，是毋是一个道场就好咯啊？意思是同款的啊。啊，咱若是身为一个这八者，是一个领领，一个组长，家己拢袂甜蜜啊，你啊看这道场敢袂甜？无可能啦，事实的啊。所以咧，顶面人咧做，咱下底人拢咧看。啊，顶面啥物看咧，下底学咧，拢淡薄差不多是安尼啦。因为咱人吼，做厉害，拢做到酷毙个啦。啊，这八只啥物型个，咱两人嘛是差不多是安尼。所以较早就是讲有一个这八只吼，伊头壳唔歹，哪歪歪就对啦，伊个天生个就对啦。啊，拢就是安尼歪歪，啊做诚心，啊一个单子，啊伊咧教人才，做伊过伊吼，我着安怎摆安怎摆。哎，听讲伊教出来人才吼，头人歪歪咧，是哪下咧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当然不是歹的啦吼。这就是啥？那是讲什么人教出来啦？就是什么款的啦？意思是同款的哦。所以呢，这是最重要的吼。啊，讲道家来讲，讲道德经第八章，伊讲上善若水啊，水是啊，水善而万物不争。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己有德也。己善德，心善缘，物善人，言善行，真善地，事善灵，动善时，故为不争，故无尤也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这段话就是在讲，真正用水来代表流天。吼、哦，在这经第八章，伊讲上善用水啊，天下间上界善的是啥？水。整个完满啊，所以我水你安那用，伊就袂啥袂淹糊吼。你安那泼，安那用，安那伊就拢总满意吼。所以讲水仙里万不离不精哦，伊也袂参人争夺啦，哦，伊也袂参买去争夺啦，伊也袂参啥物物件去争夺买啦，哦，伊就安那，你也倒落，伊就往下流安尼尔尔吼。所以处众人之所恶啊，故之有道啊，人愈爱去的，伊愈会去。你看我咧洗白所用啥洗？用水洗啊！上污秽的所在用啥洗？用水洗啊！上惊人的所在嘛是拢用水洗，所以咱愈惊伊愈唔惊，伊的德行就是安尼落来。哦，所以地善的，哦，所以你啊看水的当中咧，需要伊的时阵，伊就出现啦，叫地善的，心善缘，等那像咱的人个呾本身感觉。伊个源头，吼、哦、所以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无闲人呐、啊，吼、哦、所以咧，伊显化出来就是啥，咱咧追求的真主之心、切问之心，吼、哦，言善信，而且咧，伊吼用嘅当中嘅就啥，修咧信用，所以咧，伊就啥叫做言善信，吼、哦、所以咧，伊就是生活安尼，所以正善地用伫啥正地当中咧。有法度用水之德来治理啊，自然咱的政治啊兴旺啊。苏贤灵用伫个啊做代当中呢，咱有水之德吼、哦，你这个人会做到做成功啊。
当先时啊，吼、哦，意思是同款。咱啊，到处啊，起心动念当中，好啊，善用啊，做自然的，注意是一个大功用啊，叫做得迄个时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啊，咱只能配合着咱政府节能减碳，吼、哦，该用的时阵咱该用，不该用咱就卖啊用。所以呢，水之道，你就是要处理时，吼、哦。胃有不精，果无油呀。所以，伊永远袂参人啥，袂参人争端。不过呢，伊活到非常逍遥的自在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过了真正快乐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以佛家来讲，不以自己求安乐，但为众生的利苦，这是道天。所以，了解一个修道人，真正爱做到一句的功夫呢，无为着家己讲吼，我要享受因缘富贵啊。哎、欸，我伫过甲啊，过甲偌好势，住啥物高楼大厦，食啥物，食啥物山珍海味，啊是穿啥物啊领导胖些，毋是为着这啦。咱是真真正正家庭双会啦，就是爱啥为着众生的利益来牺牲奉献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后盖有迄个机会吼，咱昨拜礼拜一拜，拄好一个讲师啦。讲啥呢？讲有一个人才吼，法律做诶，伊是本来是天才，啊，结果吼、哦，就是时阵啊，年纪有哪有啊，啊，天才无做啊，所以就天官做点官书。啊，伊去到倒呢，到印度去开封，啊，伊写一条批转来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迄资料吼，咱伫下安那下经会去讲着。啊，意思讲吼，遐足惊人，咧足臭，啊，到尾心境就是啥，臭你诶！艰苦你个，啊热你个，只要我会当开向你，你要安尼拢无要紧。哦，伊讲去啊开放钱做辛苦，讲迄物件食了到底吼，哦，一工走白手走过来盖啦，拉肚子啦，哦，代表讲足无卫生就对啦。啊，伊嘛是迄个苦境当中安尼越磨越烈，本来感觉会臭个，一定袂感觉臭啊，感觉足热嘞，一定袂感觉足热嘞啊。感觉做了跑走白所，已经走到出习惯嘞，无安尼走伊也感觉会眼晕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所以你看，心境哦，烦恼都无简单啦吼。啊，所以一日不足，一日不食，这是以佛家来讲的。因若要做到遐吼，真正因当食饭呢，这就是自我要求啦，吼、哦。代表了啥？啊，地藏公佛来讲，我不就地界啊，随就地界啊。所以来讲，地界不空。谁不幸福，咱就要这种大悲愿，安尼叫啥？落欠，啊落欠到好做，足歹做嘞，真正嘞。我讲你良心良心，我要做到这个基金啊，有哪无遐简单嘞？不过咱拢向这个啥目标嘞，向这个方向嘞，咱迈进啦吼。啊，所以希望咱大家共勉之。啊，这个嘛是主席，功德非常的大。伊阁会当非常的谦虚，这就是咱的恶的所在哦。一定讲伊个话，一定啥？德高望重啊，哦，学有五技啊，伊阁非常的乐谦，哇，这做无简单诶，就对啦，吼、哦。来，刘树敖，无不离啊，为谦，无不离为谦，不为直呀，啊，什么为谦？就讲以默动静。古手投足当中，拢做出来当中，拢毫无欠啊！哦，所以叫做非谦。哦，意思讲，这人根本就唔免讲话啦。你看这个人就知讲，哦，这人德高望重，在一个北斗，学有五技，而且佫非常的谦虚，安尼呢，就是啥，就是非谦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境界哦，不难做无简单啊。一讲不为职业，一讲身为一个精神呐。对象呢，会当啥顺承国君重五爻，对爻对下呢，都会当尊敬功臣，所以呢，属相之下，金不为职业，所以呢，第四爻，伊的对象嘛是非常的恭敬，对下都会当非常的照顾伊，所以呢，心里拄啊夹袂着，伊个遐尼啥，遐尼遐谦虚，吼，所以伊拢无违背伊原理原则，吼，伊咱嘛是同款呢。你是一个组织当中，你顶面有点文书啊，下底有人才啊，啊，你要哪对点文书来啥啊？啊啦，来进中，哦，啊，对下底要哪照顾伊，这就是同款啊，袂使违背咱的管理原则啊，啊，意思是同款的吼。
啊，讲六祖毛呢，虽然无勇攻之，勇攻之凶，而自守必柔之道。初三之下，相离也谦焉，即是自上下下之意，也是不敢骄。所以九三之枪，生我利用谦逊，即是上云之道。所以呢，进富向上，下下之道，以一柔六五之君，有为君之所见行，上顺五君，下不有啥啊，亲之亲也，即是以基础道何富谦道。所以过无不利也，只非该谦，不为就也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大家好来报告的。啊，咱来做房通呢，什么叫灰签？灰签吼，一届户外老师咧，吼、哦、啊，在做做谈嘛，咁是安尼。啊，咱遐吼，咱诶会馆遐有哪足济热心人士吼，啊，读个年经阁袂歹，啊，拢甘愿留落来怎做服务人员。啊，后边人嘛，嘛排到伊也一批人啦吼，啊，嘛有交通机会嘛一批人，吼、哦，啊，坐谈嘅当中咧，真全部人总教，工作人员总教。啊，因为阮老师咧，互咱对易经更加深奥，吼，更加有咧印象。伊就咧问阮啊，讲交通智慧是倒一挂倒一鸟啦。阮老师做话用安尼就对啦，所以啊，对着阮老师会当讲出些物件，伊也烧着咧讲一句，这是第几挂第几鸟，啊，你家己去叠叠叠叠叠，哦，啊，可以印象足深的就对啦。吼、哦，但是都叠袂出来吼，感觉足难叫的。我啊叠会出来吼，哦，欢喜在心内啊。啊，这句永远都袂叫袂记啊，对，啊，即话大家都叠袂出来的时阵吼，我老师甲讲，灰签，就是指挥交通的意思啦。意思讲，恁伫遐指挥交通，我佮我都指挥甲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逍遥，佮心甘情愿。你讲指挥交通有啥？无简单呢。你敢知影？迄车，一两百个啦，迄车偌济台？你敢知影？啊，你伫遐交通的时阵。你若讲会较会配合的，哦，你继续前向前向后向后，较提力较提力，伊拢听你的呢。迄话啊，使用较歹吼，伊有咱无咧休息呢，你敢知影？迄就是咱了有咱发生一件代志就对了。一个交通指挥的吼，啊开一台高人坐白色的车，吼、咱做大台的高人坐，啊结果伫遐交通指挥，家己的车放伫遐。啊，拄好有一个村民吼，我咱要开去啊，扛着滴啊，吼，拄好一个要车要过，伊也讲啊，这袂使呢，这我咧扛个呢，迄个村民就不好个呢，车就堵走啊，无爱扛大兄，拄去买一桶个乌色个油漆着滴啊，拄去台车拄啊破人个，规台拄变乌个，你讲咩啊？哦，所以咧，我迄种不专注得失个人呢。所以你讲交通指挥真正无简单呢。你讲到啥无简单，就安尼念咧，无代志拢无代志，有代志吼拢足麻烦的就对啦。有代志啊，咱希望伊排好，爱唔排好要安怎？排无好就藏袂好势，藏袂好势就藏袂济啊。所以咧，阮老师就讲，啥物叫做啥交通指挥，叫做面谦，吼，请咱大家记下一个。包括了解顺路顺地当中，叫做啥双手奉行，叫做啥？这嘛是安尼，吼、所以咧，伊在咧讲哦，当时的时阵哦，你也看，挥签就是啥？用手咧比嘛，叫做挥签嘛，吼、所以要在转到顺地当中咧，你也看，顺地唔敢接啦，所以咧，我自古的皇帝拢就是啥？皇帝传到大囝，无咧传到百姓就对啦，所以伊要在在刚当中咧开始传，吼、伊就啥？换好些钱，也是不好处啊！这边在你国家头迄个军人啊，无法度啦。所以伊都要伫调拨天下，的先人啊，只要有迄个能力，有迄个德行的，伊也看会到，就是要上帝传落去。所以伊唔只伫找着啥，叫做舜帝。所以舜帝迄阵就是一个大好处啊。伊的那个第二号名签啊，伊德行一定传播整个的天下。所以要得足自然的去听到伊啊，所以你啊看，挥签就会手来啊，挥签啊，来，你也做皇帝啊，结果吼，你也唔知影，顺帝唔敢接，顺帝到尾安怎接，你知无？顺帝本来足谦，伊足最好的人啊，
即摆要特别送互迄个啥，从地位传落，伊毋敢接就是毋敢接，到尾啊吼，要得用一步，啊无咱来黄河流域啊吼，黄河流域啊，来遐散步，哦，啊即摆就伫遐讲故事的对啦吼，来讲，讲当时河的圣人吼，听讲有即个伫黄河流域吼，出现一只龙马虎图啊，吼。啊！你今仔日吼德行遮大，啊！我要从地位传互你，啊！你去一直轻啊啦，一直咧推辞啊，一直毋敢接啦，无安尼好毋好啦？咱有哪办一个香话，吼、哦？有哪伫咧黄河边仔来祭拜？如果迄只龙马虎图啊，佮出现咧当中，代表你有啥？有使命，有天命，所以你就袂当推辞啊！哦啊！无出现咧时阵，代表啥？哎、欸，这不是啥啊？你就无天命啊！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你无接，我就怪你了，对个。要得用这波呢，啊，结果真正迄皇帝讲的话吼、哦，真正拢有天意呢。哎、欸，迄讲出来拢啥，会惊死当地呢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真正香火摆了了，两个伫遐祭拜，祭拜了无偌久哦，龙马虎图再多看不看你，你看黄河流域哦，这一个有记载。在舜帝传内底有记载，哦，咱好好看着就对啦。所以呢，舜帝看着安尼俩，下国啊，三五话都唔敢讲啊，接地位。所以较第一是按接地位来呢，无你爱看以前百姓俩，伊才会敢接尧帝的地位啦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而且伊阁遐尼谦虚，哎啦，他会敢接唔敢接，所以尧帝伊就用这波，用这招，所以他来一个双手奉行啊，哦，啊，伊咱道中来讲呢。能早现香噶啊，晚现香，拢讲一句啥？全现，啊，咱真正有全现无啦？吼、哦，啊，无全现无嘛，半现，哎、欸，贡献一半，啊，无半啊，无贡献一半无嘛，贡献一啊十分之一，哎、欸，啊，你讲咩啊？贡献十分之一的这比如就对了。咱一天24点钟，8点钟做工课。啊，咱一天有法度一点钟伫道中无啦，安尼叫做1/8嘛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哎、欸，啊话真正拢无呢，哎、欸，有当时讲吼，我一礼拜才开一个班来2点钟尔尔，哎、欸，参前线那就搁离做远哦，感觉呢，所以你要把咱各位点出来，所以因就是拢达到啥，迄种个前线啊，无家己的时间啊，无家己的哪事业啊，无家己私人个代志啊，拢全部奉献了。道中啊，一切拢为众生咧努力拍拼，所以咱今仔日就是啥，爱达到这个第四号，叫做挥谦，哎、欸，将咱真正哎爱心传播天下啦，叫做全现啦吼。哎、喔，经文经啊，在文经甲来讲啊，主题耳滴啊，健康啊，啊，目光啊，目眶大啦，口气大，哦，啊，活泼啊，乌普好白啊。习惯自然啦、啊，骄哪骄傲之气啊，威足败家呀，吼、哦！所以讲一个家庭，迄主题先来败，就像安尼同款啦。所以这段就是讲无谦下的反面，就是安尼啦。哦，伊讲是而今的主题吼，啊啦，拢无食过艰苦，哎、欸，真正咱这代嘛是同款嘞，迄囡仔拢无食过艰苦嘞，唔知影啥物叫苦嘞，哦，啊所以拢做好命嘞，哎、欸，啊无钱的时阵，哎、欸，妈妈。你最近较无闲哦，哎、欸，阿公，阿你来知影妈妈较无闲，阿无你来袂记咧，袂记人寄钱过来，意思咁快就对了哦。哦，阿所以嘛，唔爱食苦咧，哎、欸，阿无钱敲电话回来咧，阿有钱咧，电话拢袂记人敲咧。哦，阿所以我即个囡仔就变安尼啊。阿所以咧，哎，目头大啦，哎，目孔大啦，讲话咧口气佫相当细啦。哦，阿所以有当时吼话话话细。哎、欸，啊，一定啥好命习惯成自然啦。所以做自然的讲出来话，做出来代志，拢就是非常骄傲，会啥一个气势啊。啊，所以这到尾一定啥达到败家。所以，互我建议咱大家，互咱的主题吼，加食我苦有好无歹啦。唔免着讲好，你若上班上艰苦，无你莫去上啦。嘿、欸，无安尼，跳舞跳练，互食我苦。伊较会捌代志啊，即、這个囡仔较会大汉啦，真正咧，无好料练的，无好料活的，无好料食苦的，毋知影天落寒，地落寒咧，事实咯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即就是安尼来讲，所以讲家会败咧，离不了一字尔尔啊，哎、欸，吝啬啦，哦，球搁重啦，
啊，咱人的拜咧，离不了一个啥意啊，吼、哦，叫做啊啊啥啊，社会安逸啊，哎，社会安逸当中吼，自然咱就啥会拜啊，哎，爱讲会啥，哦，使人讨厌吼，离不开一个啥骄啊，所以咧，我一个骄傲的人吼，人足讨厌的，唔爱参与斗阵啊。啊，一个做谦卑的人，人做啥物斗阵的哦，吼，所以这个一体两面。所以伊讲前过之圣言何结？欲有日有食食，不为一句啥勤字。前故有道，自得之书者，不为一句啥俭字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前过的人吼，圣言何结？大家就是安尼啦。因咧想要在这个世间当中参人斗阵，如果说。一定一字字叫做啥，非常的啥，去拍前面，非常的不得，非常的打拼，吼、哦。所以不管是读经也好，不管做工的嘛好，嘛是拢做打拼。像故有的啊，自得之书啊，哎，嘛是同款，伊啊不为就是啥，是谦。所以伊拢用啥，谦字做头前，谦字做主修，所以达到啥，内容无怕，内圣外望，达到究竟圆满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个吼叫主静，以其谦分散入各界定啊，吼，所以叫做非谦也，吼。啊，来，咱来看第五爻，伊讲不负一己言，利然啊，利用了轻法，不不利也。相反，利用轻法，进不厚也，吼。所以来讲不负一己言。哎，第五爻来讲，负义这病啊，病义金富啊，离富者不足富，离者金也。是有一人为富，是有众人即不富；是有一方为富，是有天下即不富。意思不富于己人，意思讲你做好业，唔过咧，佮做干施舍，安尼就对啦，叫做不富于己人啦。哦，哎，讲有当你施舍，你救一个人，安尼就无够。你有法度救啥？施孝归村的啦，啊，叫做不负于己人呀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意思呢，也就是安尼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利用侵犯啊，讲利用着威武以自法不进不减的人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利用侵犯就是讲啥？讲你这个人一定想要做好事啊，啊，你是一个温德啊，是温柔。所以你用你的谦让来啥净化所谓啥唔知影谦虚的人呐、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做啥以你的威武来啥来疏导，吼、哦。啊，六宫爻呢，以柔鼓舞尊威，即是讲唔免用啥富贵，啊是讲用啊赏罚的，啊、哦、就讲奖赏公平。平上面呢，就是用伊的谦甲伊的顺，所以叫谦谦之力。故会当不负人之仁也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呢，君王会当用谦逊接待部下，将必所归啊，利用行啊行进啊来侵犯之道，以谦逊而啥侵犯，所犯即啥即交逆啊交逆也。所以书写唔知影谦道之爱的人呢，会当利己谦也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第五爻伊就用在哪，因为这是谦卦。所以就是所属天下，甲你拢会当谦谦卑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嘛是无法度达到天下甲你人谦卑，哎，啊，毋过无法度达到天下甲你人拢安尼，啊，变作君王爱率先受责，这个君王帝王啊，一定爱啥先做好教，哦，所以君王有德啊，有才啊，有钱啊，啊，你有这个物件变啊，施效别个啊。哦，所以你我都做个安尼当中，哎，做主人，你都我都带动整个的风气离开啊，哦，安尼叫做不负于其人。所以谦卦咧，真重要的话，利用了谦啊啥侵犯当中，犹如佛家讲的当头棒喝，所以竖起的当嗲低心下气，搭上当时的啥，哎，宋朝苏东坡感觉，自认为满腹经纶。气呢非常的骄傲，哎，哦，啊，所以了经过佛印禅师的当啊当头棒喝，哦，啊，所以呢来一个北风吹不动啊，一屁打过江，这个故事咱都不听过，哦，啊，所以咧我打开始咧感觉家己啥足渺小的，为了获得啥，这道理是无边际，切无了唯有谦
较会当达到真正的八方，所以八方叫做离、衰、苦、乐、清、机、会、无，全部都吼。啊，所以你啊看，当时那个啥，啊，苏东坡是种骄狂的人呢，啊，伊就是太老嘞，诗书满吧，啊，所以文章真了够水的，吼，啊，所以伊一概就写啊，八方吹不动啊。意思讲，我一定别家讲哦，这啥人有遐利益，我嘛袂啥动心。当着衰的时阵，我嘛袂气气馁啊；当着苦的时阵，我嘛啊，吃苦当作吃补；当着乐的时阵呢，我嘛如如不动。人老而乐，我嘛袂欢喜。人老气笑，我嘛袂动心。人老诽谤的感觉，我拢会当欢喜来接受。哦，当着乌乌面乌的时阵呢，我嘛会当来啥？来我嘛圆满其事。所以呢，这拢袂当啊啥？袂当动着我的啊，诶自信啊。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叫做八方吹不动。结果呢，捡回上书啊，写一句一句打鼓掌尔尔。所以到尾真正呢，题目呢，这叫做啥？当头棒喝。所以上中足够有这招就对了。伊看到你得不足，伊唔来讲你得不足，伊足直接就来讲一下吼，啊就醒起来啊。所以咱有机会看上这个故事，你做下看，伊唔是用巴，啊无就是用讲的，啊无就是用骂。无骂骂醒啊，无讲吼，啊白巧啦，意思是安尼啦。啊不，伊讲拢有咧咸味啦，伊骂拢有咧咸味就对啦吼。啊所以咧，这等于啥，哺乳麒麟，哈。啊所以正道咧，主精。是家人为众生，是众生的为家人，代表着啥？一视同仁啊！来到尾啊，来去明天，你利用了情书经一国呀，所以明天是利得呀，各用情书经一国呀，所以明天着啥？明义公其天，是为属上六之明天呀，正如明国而公之，所以你啊看。这是面签，第二个号面签，所以这面签参这面签是无同款的。所以第二个号面签第三，那是人个战争，进攻的时阵就雷鼓兵变调，爱叫雷签。啊，是安那？咱是讲那是雷鼓，因为第二个号，我那就是要用办法，将迄个啥签刀破发于天下，要征服一挂唔知影签伊的人啊！就咱像咱正共款啊，是安那要讲孝道，就是讲咱这人唔知人孝，所以袂用修孝，咱就爱去推广啥这个孝道，是咱要推行啥道务，因为这个人就是每日在滴管，所以咱就爱推动道务，互天下间的人知影啥，以道就来做事啊，自然天下太平啊，所以伊就咱想讲用安尼方法，咱像咧战争共款啊，战争是要擂鼓。擂鼓就叫啥？啥鸣鼓叫做鸣枪呀，吼。义鼓呢就是啥？爱以一个人自枪，必须一鼓该枪，数据啥？举世该自枪呀，吼。所以义鼓就讲，参第五牛，啊第六牛，第六牛比第五牛搁较悬，意思这是啥？昆龙哦，这是啥？王虎。如果昆龙啥枪你就好啊，包括你上界悬的啊王虎，你嘛爱枪伊呢？意思就讲啥，不管安怎，就是你一个人英勇壮大，你愈顶面的啦，愈爱啥，愈爱强伊，以身作则啊！你莫讲你大家拢强伊就好，你哪能有望得？家己做到外头是啥，啥物心理啊？无人要心理啦！你讲道做好，家己去度人诶，叫别人去度，你家己都唔度，无人要听你的话啦！做工事做难得，家己去做工事，家己唔要咧徛台啊，台啊顶，连那边啊服人啊，吼，所以咱就要率身，以身作则，这个叫做明天。所以讲上重要咧，求处谦之终极，终极呀，是令以谦德终其心之充呀。故歌呢，即以名声自遍呀，最初以为呀。不无内情，故有名而利呀。所以讲，至公未得呀，处为而利强顺，可以成一国啊，一国呀。所以名呢是别当默然自持的，必须要以力求表现。如何表现呢？就讲着行书中将，
毋是对我作践哦，而是针对你呢一寡袂晓谦卑、袂晓顺从的人，用谦谦用愈大，故利用利用了疏于大谦，即谦得无啊无不保庇啊，所以无不衰啊衰啊顺了。在天下人类无不知谦之美，请贤也。即民谦是实行谦是著名也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伊这段意思就是安尼来讲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咧，那是讲伊咧嘛是感觉要帮助地方个，要来治理这个啥啊，治理这个天下。啊，要治理天下当中，伊就是真真正正哎哎啥。一点一中，哎，真真正正，要真正达到啥，迄种的谦虚都有够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一人敬，天下即敬，吼、哦、啊，一人谦，天下即谦了。所以呢，咱子孙后代人呐，也难讲，讲物种相处，切记一个啥，莫事啊，就是咱人参人斗阵当中吼，哦，忙啥物代志拢表现甲家己做搞的啦，哎。啊，那想讲吼，啊坐落了，就是拢我在讲话，家己那想吼，会做了不得的，伊讲安尼唔好啦。这个人啊，真正是安尼哦，这个人所恶的、所得的有限，真正牛的人，情啊非常的清廉哦。坐落了，伊正接着讲话，叫做啊沉默是金。哎，你听啥？听唔听人讲啥物代志？一直吸，一直吸，偶尔回应一下。偶尔咧讲一两句话，安尼尔尔啦，吼、哦，啊无你来看，你啊讲台语讲啥，讲足臭臭个，足破风个啦，即种人吼、哦，差不多啊坐着拢伊个话就对啦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嘛，这啊意思阵人白人来讲，这无合，啊所以讲古世相处啊，切记是啥宽慈啊，人参人斗阵当中个，咱来啥，有一种包容心、宽容人个心。所以讲切记一个宽字，记一个宽字足重要了吼。啊，会当随啥随物而安，风流无人同滋养。吼、哦，所以咧，咱去到倒咧，拢爱啦，爱随遇而安。哦，安尼较会当接近即个啥善知识啊，较会当接近啦啊天下间的众生啊。吼、哦，啊所以咧，这足重要。所以咱了一个人才啊，你敢知影伊在讲啥？因家哦，三个蒙尘就对啊。哎，即卖吼，即个蒙尘吼，下暗时啊，较那上厕所哦，伊下暗时咧困袂去啊。啊困袂去变呐，就规暝吼，拢啥？拢失眠啦。啊，你啊看，咱人啊失眠是足痛苦的代志呢。三更啊拢无困，真正气消咧，真正咧。所以即个睡眠是足重要。哦，爱讲伊睡眠的品质足歹就对啦。啊，一届吼，就是人讲讲，惨啊咧，你知嘛？啊，我想要去外国开放呢。啊，不过吼、哦，我睏的品质遮歹吼，啊，我是呾要怎出去就对啦。因为伊个要去越南呢，越南遐环境有哪有够歹啊？啊，到底偌歹？我做一个比如啦吼，一届吼，一个睏到我去越南，啊，要去上厕所，门开开唔敢久啊，上火啊叉着你，唔敢久落来。迄个较早像咱较早迄个啥？哦，迄个厕所啊，比迄个较差唔多对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徛伫看，伊讲看伫后壁惊死，内底啊一只一只喵喵喵啊贵个就对个吼，啊，所以伊都唔敢骨拢禁个，禁得较愈上较去啥，较去上厕所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就是安怎，啊，你看伊讲吼，啊，想要去遐个环境遐个，我免啦，啊，我到迄个心要开放啦，啊，好啊，讲啊无安尼啦，你住厝里练啦，啊，讲免啊练，好啊，讲吼。你著啥？会知？会啥？爬起时阵，著走去别个房间睏，睏快会起咩？就练那边，迄个啥？睏也袂起吼，啊那默念五日真经，龙山宝，家己练拢睏呢。哇，即摆著真正龙山宝呢，家己个睏的品质愈来愈好咧。伊讲练到讲，我不管啥物时阵爬起，去迄个梦城睏，我嘛睏会起；去迄个梦城睏，我嘛睏会起；过来即个梦城，我赶快也睏会起。我讲安尼你会当出国啊？我讲这个出去吼，等下我问伊，拄我出去一个月，我问伊讲啊，安怎困会去未？伊讲其乐也融融啊，有够好个啦，安尼啊。啊，佮我讲后盖后期我要再出，你看就是安尼咧。所以你看咱得爱呾随遇而安。
咱若无洗衣服，咱真正足济人，我有换一个门床都困袂去啊！哎，换一条被吼都困袂去啊！尤其迄困倒吼，我欲困吼，无摸一个物件困袂去，所以咱出国迄个物件拢摸无去就了咧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着爱学较早，不管伊去到倒一个国家，拢会当洗衣服啊。啊，你唔只有法度穿倒吼，啊，那随缘啊，色化。啊，佮会当讲功德善缘，吼、哦，所以咧咧化，吼、哦，所以真正咱就是爱做家呢。所以今老咧注经名扬啊，名扬千道以外，所以就是要上天道咧，哎，宣扬到天呐。所以咧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名千，吼、哦。来，啊，咱咧今仔日有呾来唱一首参咱天歌吼，啊，有关联的一首歌。好，大家一定有放过啊！哈，迄个诚心受庄严啊，就讲咱用咱的谦卑之心来啥，成就别人，然后咱的意见甲忠言，忠言本来就是你无解好听，不过咱真正咱用诚心来啊啥，来接受当中，对咱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啦！哈，所以师尊老大人特别写了这首歌，要来告诫咱，哈。谦卑是创造进取的本质，谦卑是待人处事的礼貌，谦卑是明诚教化的功夫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总归一句话，不管安怎，就是一定要谦卑来应世，谦卑来对人处事啊。啊，做主人呢，咱得啥？
咱对咱达到啊非常的圆满，包括咱的弟兄爱上日日升高能力吼，啊所以呢，这句话是咱太遐好，就是你伫先天嘛爱甜蜜，后天嘛是爱甜蜜，拢就是爱安尼来吼，安尼开咱真真正正达到最后的一个圆满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呢，千万把咱分享到这，啊，所以做些不足的，或者咱做事啊，下些拢款，或者咱各位前面大家呢，啊，多多包涵，毕竟呢，祸水呢还在随时当中，好，啊，而且咱各位呢，多多包容，多多指教，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得无往念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